啊，那个对吧？一般我真的梦到啊，在我的梦里，不是那种特别大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打电话。听完了我，浑身发抖。之前别的演员没有对你有这么高的评价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一直都。宋老师害羞了，因为我对他评价很高，非常优秀的演员，专业，人长得也好看，声音也好听。谢谢刘老师。所以如果有来世的话，一定要选择何丽子。好。